大家好，我是白彦林。今天来到这个蓟县罗米村，给这个何师傅、何凤凰来送大礼丸。来试用大礼丸，现在题已经开了，能背了。行，好了好了，不用扯了。行，我这么喊我。按三百个数来对大礼丸。啊，这波就是。在四万块就行。好，行。那厉害吧？土地上你就土抢下就行啊，20公分就够了。行，20公分就够用了。马来西亚大礼丸，不想打没得，打了一些地抢下就行。你说这好复杂的大字锤子，底下你说大字锤子还挖过来，它是竹给毛细给堵上染了，颈椎4分，颈椎利用。这姐姐晒完了，晒完这地上完。好，这样打地就行了。一窝火顶着三线，连接拍也是一线喂。先拿头块工给挑个浪上，别过去两两下就是。啊，对，我怎么都不可以，不是一到浪上推的。一锅起锅，这不是4万碗。够了，这锅够了。这就是马来西亚大礼丸，越菜越重，来人肥，省工省力，更高效。